第一次唱 K 究竟是唱什么歌的呢？现代爱情故事，许冠杰啊那些歌，或者是早期一些英文歌这样的。无疑的结局应该揀一些大家都喜欢唱的歌，都是唱给其他人听，而你有个对象想唱联谊啦、交易啦，或者一种个人发泄嚟嘅。咁佢梗系有好多回忆喺入边啦。